凉凉，全部都剩叶子，刚吃饱出来动一动。哦。谢谢你哦，今天生活组、哦、辛苦了，感恩。应该的啦，没有生活组，大家没饭吃喽。嗨，哦，吃真饱，起来我倒拢退出来了，健行。嗨，吃饱饭散步。哦，教练好。这就是你自撞的哦，你弄的。我的人物的修路很久，五吗？有七十几，真的。等一下回去复制，大家又饿的啦，路腰啊啦。我想看就崩脚，崩脚工，我要跳跳跳的。因为它是爬坡的，哎呀，就有消化掉那个肺那个什么。姐，我看一下你。我们要吃去吃蛋了，去吃黑蛋，吃黑蛋。嗨嗨，摄影师快点啦！哦，两位摄影师啊，最辛苦的摄影师，真的是人文真善美哦，不告诉你。呼脸啊，哥可以呼啊，哥可以呼，可以，你呼呼看，在录音，你呼脸，来，我看一下，来，我录影存证。等一下就变白了。好，火山泥，火山泥，这条变黑了哦。OK， 那你换这边。哎，换这个哥，换回去，看看。对啊。好，那换我再换回去。对，现在可不要修了。还没修。没修吗？让它滚一下，你要让它滚的。这次用两个来做体验，大概是十分钟吧。
把蛋拿起来，哎，哇，蛋子，快点宝宝，快起来啊！你看，我落一个方蛋，哇，好黑哦！快点拿起来了吧！嗨，你看超亮的，黑的发亮哎，黑的发亮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拍吗？我们可以一起拍吗？可以。黑蛋，黄金光哎，黑金光。啊，先站好，再来拍吧。你看黑的发亮。哎，这边呢，有够黑吗？哦，超黑的，你看。黑金光。耶。哎。吃了身体更油。非常遗憾的乌色的鸡，这个出来两粒乌卵，这哦非常的稀有，这叫做乌鸡变变化。这两粒呢，鸡蛋炖的，吼，你甲吃落去，吃落去了后咧，明仔载你甲报告心得报告，真正足有效的。这两粒啊，你莫放在吃哦，放在遐，要吃就无成物啊，要吃落去，啊脚爱爬爱爬脚，爱爬脚爱去爱爬脚，有听无？乌鸡变变化，互你变变变。